和那个官方扣点付了就行，对不对？感谢你们默默相守，感谢现在已。我用这两样换你们四个字生日快乐四个字，行不行？感谢我季华大哥送来的气球。以后风雨同舟，明天的梦一起追求。哎，他们要干嘛？干嘛？哎，王总。哎，怎么了？隔壁厂的啊，我知道沈姐，我知道沈姐你。嗯，是这个样子的，我在我们隔壁厂，然后看到你直播间人气挺高的，然后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做个宣传。做什么宣传？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大爆品，我想让你帮我做个宣传。不是我今天我过生日，没时间宣传这些呢。没事儿，你帮我宣传一下嘛，他们都说你人很好的，你想嘛，我们大家都是邻居。你帮我宣传一下，以后你有什么事儿找到我，对不对？我肯定也会帮你的。直播间各位姐衰妹啊，这个姐姐的话，她是我们隔壁也是同行，她也是做化妆品的，然后我们隔壁厂的一个平时我们也是反正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天天都见面的。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帮他做一下宣传，他看着我们直播间人有点多，然后他就把产品都搬过来了，然后我的意思是跟他说今天我们主要不是做宣传的，也不是做也不是卖货，我们今天就是一个生日的一个直播间，对不对？姐姐那个改天吧，好不好？既然我来都来了，对不对？你就帮我宣传一下嘛。那个直播间的叔叔姐姐阿姨们，大家晚上好啊！不是，我都还没同意呢，你都直接宣传上了。帮我宣传一下嘛，大家都是邻居。我跟你说，他们都跟我说你人真的都特别好。那我跟他们说一下啊，你这样子没事啊，直播间家人们啊。咱们就不让他耽搁多久时间嘛，就两分钟时间嘛，反正也能帮得上忙的，咱们也帮忙一下。然后那个，能帮得上忙的，咱们也帮忙一下。你这个让那个后台做一下链接，不然的话，不挂链接一会儿违规了。好，谢谢王总，王总人真好啊，谢谢直播间舒适姐啊，你们谢谢大家，谢谢。不是。没事，直播间家人们啊，咱们就让他耽搁两分钟时间啊，因为我隔壁公司的，然后平时互相帮忙嘛，对不对？都在一个地方，抬头不见低头见，没必要得罪嘛，对不对？好不好？就两分钟时间啊。行，那就我因为今天过生日，知不知道？然后就。简单一点是快一点、啊、行，好不好？感谢，哎，谢谢大家。那个，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家就是一个我们厂的一个大爆品，一个贵。等一下，那家还没上来，那家不上来的话违规的，那个产品那家先要上来才行。哎，玉把那家，把他的这个那哦，可以了。你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没事，咱们就耽搁两分钟时间。耽搁大家一下时间，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包装啊。这个是我们家的一个贵妇膏，顾名思义，什么叫贵妇膏啊？就是贵妇用的，有钱人的老婆用的才叫贵妇膏。像平常叔叔阿姨们啊，你们比如说不喜欢化妆的，或者是脸上有什么点那个斑斑。然后或者说是你们平常啊出门啊上班啊很着急什么的啊，你们都可以涂这个的啊，涂在脸上它养肤提亮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包装啊，看一下它这个产品，大家看一下我们家这个包装都是定制的啊，这个包装大家看一下啊，确实有点高档啊。来，王总借用你的手，我们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效果好，就一点点啊，不需要太多，就一点点，我就一点啊。来，大家看一下，看到吗？大家看一下，隔近一距，你看一下。来，家人们，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你用了你这个就不需要化妆，是不是？对，不需要，而且它这个也是不需要卸妆的啊，叔叔阿姨们，他们不需要卸妆的这个。直接就。养皮肤，而且它是养皮肤的，不需要卸妆的，而且是很提亮的。你这个多少钱？这个啊，我们厂都是卖到499的。499？对呀、啊，它这个量也很多，可以用很久的，而且它这个成分也很好的。
养肤的东西是好东西，但是你这个四驱车太贵了的嘛。好东西贵有贵的道理，对不对？嗯，好，那你血炒完了没有？哎呀，嗯，好，那哎，准备家人们，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的。你这样子，你反正拿到我直播间去炒了，我锅皮上有一些家人们，他们说他们也想要，你这样子，就当做是去炒费，给他们安排几个行不行？嗯，行吧。啊，行是不是？但是你这个刚才我只能刚才说想要的那几个人啊、哦。刚才说想要的那几个家人们，顾不上扣个一，我看一下有几个人想要，我就帮你们要几个，反正只能几个啊。刚才有几个姐姐说，王菲，你帮我，你让他给我一个，然后你们要的话，我这边把这个，怎么可能是四九九？你们放心，刚才说要的那几个人，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我你们想要这个皮的就就给别人打个一，我看一下有多少个，有多少个我就让他给你们多少个啊，九个、十个、十一个、十二个，这么都不行啊，王总啊，都说了只有几个嘛，我们就是做个宣传。有十二个人想要，你这样的，就当做是宣传费嘛，是不是？我都不收你钱的啊。你这个太多了，肯定不行的呀。你这样子，我也不要你免费送，你这样子你。你东西宣传的话，你光是在直播间这么一说，说了也没用，对不对？如果按我说的，你应该是给他们一个体验价格，你这个499太贵了，他们买不动，你应该给他们一个体验价格，就是和他们能买得起的一个价格，然后让他们家里面用了觉得好用了以后，他们会叫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爷九大叔全部都叫过来你这里买，这才叫宣传成功嘛，是不是？那你光是这样子一说，说完了就走了，没什么用的嘛，对不对？嗯，你按我说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的？直播间家人们，你替他们啊，全是答对的，你看，就是我说的，对不对？他应该是一下子给你们啊，让你们499买，肯定谁都买不动嘛，是不是？也不知道你这个东西好不好啊、看样子是挺好的，但是真正用了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按我说的话，应该是以一个体验价，所有人都买得起的一个价格给他们，让他们拿回家用了，觉得好用的话，到时候他们帮你宣传，七大姑八大姨九大叔全部都给你叫过来啊、再来找你买，这才叫宣传成功嘛，是不是，家人们？是的，顾不上打个是来，你看行吧，家人们，是这样的啊，我呢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主要也是为了说做一个品宣，也不是说为了赚米，这样，对，然后所以说呢，我就是说这个数量呢，我们就不要太多，是这个意思。数量不要太多，我就十秒钟时间，看我们能抢到五个就算五个，抢到十个算十个啊，好不好？你这样我很难搞啊。就十秒钟都不行了。那你这样子宣传起不了作用的，对不对？我这是在为你着想，替你考虑的。你宣传，你要把东西宣传出去了才行的嘛。你宣传了之后抱回家也没用的嘛，对不对？行，这样吧，那个家人们，我真的我不为赚米，我只为了就是说做一波品宣，这样我知道，我们都知道你的意思。我们就十秒，好，不能再多，就十秒钟，好，就十秒。来，直播间家人，就你们那这个价格我来说啊，我来第一个体验价格。你说的是490，499是不是？499，我们现在都是499的。我看一下，就是我们家大爆品。来，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啊，这个体验价应该是搞到多少？这个体验价应该是搞到多少？你肯定这个不能给我们相差太大呀。生愁贵妇膏啊，生愁贵妇膏啊，包装看起来还是挺牛逼的。肯定啊。就这么一个，来，顾平让打出来。99是不是？99，我觉得99太贵了。体验价的话，我定个价嘛。99都太贵了呀，王总。啊，体验价？什么叫体验价？知不知道？你这99就太贵，我这个真的很难搞、啊。我知道你这个平时卖499的嘛，对不对？以后你也会卖499，但今天是体验价，体验价让他们体验一下。宣传嘛，品宣嘛，对不对？我们家这个来，刚才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想要刚才你们说想要这个的有多少个？顾不上扣个一出来，我数一下有多少个，我就只把你们要多少单就行了。第一个吉祥一点的价，
499的东西，59嘛，就。怎么可能啊？59让他们回家体验一下，体验好了，到时候他们找你来买的时候，你卖499，对不对？你这个这样子的话，你就好了，嗯，到时候咱们现在是打宣传，知不知道？你这个不行的，你这个行不行？这样我很难做的。不是，我这是为你考虑，你这样子的不然没效果，对不对？直播间家人们啊，59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贵妇膏。看一下这个包装，它都不止这个价格的，这个包装都不止这个价格。我知道，实话，哎，咱们两个，咱们不是卖东西啊，卖东西的话，我知道你这个东西59肯定不卖，对不对？你这卖499的东西，我本来刚刚我也咱们今天，我今天是来做个品宣的。哎，算了算了，你不给算了，是不是这样子？你看我都说让你，你让我帮忙，我就已经帮忙了，你还要这样子，你一点面子都不给我，搞得我今天生日呢。那这样吧，就是今天我们王总过生日，对吧？哦，就是我也就是相当于带着我们厂的一个诚意，祝王总生日快乐，哦，然后也希望我们就是直播间的叔叔姐姐阿姨们以后用了我们家这款产品，能够帮我们多多做一个宣传。然后基于王总这边呢，我就59上10秒钟，他们能抢到5个就算5个，抢到10个算10个啊。行，那就10秒，只有10秒。来，我先跟他们说，你说一下这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他这个贵妇膏啊，ZIB 这个品牌的啊，然后你们看一下啊。他这个确实好，因为毕竟在我们直播间有很多姐姐，她们是年纪大了，然后有时候化妆的话她也不好意思，有些是在工厂里面上班或者是有地方上班的，她们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早了，起晚了，来不及化妆的，你们就直接擦这个就行了啊，确实是个好东西，只是有点贵了一点。